快乐心声，你的心声，我来听。大家好，我是今仔日台班主持人李怀源柯志杰。先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满面春风，行路有风，事业成功，万事皆通。我是高阳小金光。你现在收听的是快報《快乐连播网》快乐心声节目，空中李焕英单元。这个节目会当收听的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景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三。 台中彰化南岛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五，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三，台南高阳冰冻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 九七点五，屏东地区请收听风声广播电台 FM 九一点三。今日节目内底要和大家讨论的是吼，翻转苗栗啦，哈，七十年啊，系翻转苗栗<是>改变成真，哈、啊，支持咱徐定真，今日去。 吼，真英雄邀请咱徐定真起场未来，徐定真馆长吼、哦，定真兄你好，吼，<laughs> 主持人好，我们委员好，嗯，我徐定真，哎，嗯、我们快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阿咧，迄、嗯那个我知影定真兄馆长啦，吼、嗯，诶、嗯，是上界特别的，就是行政务啦，哦、嗯，系系，吼，啊，就是讲吼，做一个行政首长吼，诶<嘿>，哦，咱要甲即个管区的政务愈深愈愈来愈深。 啊，還是讲吼，咱要做一个有责任感的首长，地讲<是>啊，我面对即个城市、即<是>个关系，债务，<是>我希望讲要安那，互伊愈来愈减轻负担。当咱像咱做爸爸妈妈共款，對對你要留债务吼，下一代互恁囝、恁孙，啊是讲啊，你要留债务，互囝儿孙啊愈来愈少，啊是甚至会当互因有一个财产分互因。对对。吼啊，即、這个角度足重要。<laughs> 啊，所以咱的吼、啊，定增乡悬长啦，吼。 主要就讲，啊，你做市场诶时阵，做镇长诶时阵，拢有即个真好诶经验，就讲，你对城市建设，毋仅是建设好咱个全民娱乐以外，你搁会当甲债务相清。所以，即算一个足无简单诶思考，嗯、是会当含大家来分享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呃，<laughs> 其实吼，其实吼，我客人我用华语好啊啦，吼。OK，都可以啊。哎、欸。欸、因为我在当呃镇长之后，我是接手的时候负债六千多万。 嗯，那当然，两任任满，也负债六千多万还完，我还结余三亿多。其实我在第二年哈，我就发现，呃，我每年啊，最少都有三千万到五千万的结余款。嗯，好，那因为从第一年乱过之后，我就知道了嘛。嗯、其实我们的税收哈，包含中央的补助款啊，统筹分配税款。 那我大概知道我的税入有多少嘛？嗯，那可是这些税入，我们也按照我们的计划来编税出，税入来编税出。可是呢，我每年这样子发包工程啊，这些等等，不管是经常门或资本门的发包出去，我发现我们没有百分百都都不是我们的底价，不是照预算的金额百分百嘛？嗯，厂商经过竞标之后，都标个七八成。 啊，最多也不会到九成啊，嗯，所以都会有结余啦、啊。所以第一年乱过之后，我就知道每年我大概出估就会有三千万到五千万的结余。嗯，果然没错啊。啊，两任下来我就可以结余三亿多。嗯，啊，其实我觉得政治人物预算一定够用。嗯，哦、啊，除非你举债。嗯，哦，有有特别的是要做什么要举债，不然的话钱一定够用，甚至可以结余。嗯 那我们发现，我们苗栗一直是这样子，很多政治人物哈，把政治当生意在做，嗯，哦啊，出挖掘机，挖那等下爱理挖掘机。啊,啊，当然事情做不好也会搞到负债啊，嗯，啊，拼命搞一些计划嘛，嗯，做一些不需要做的工程嘛，嗯，一些文字工程、文字馆嘛，嗯，哦，或者一些不必要的经常们的支出嘛，嗯，哦，那这样子当然会负债啊，嗯，所以哈，丁真兄给现在的观念，我完了感受真深了。哎。 哎，丁振兄是当镇长，是后来改成市长，是啊。是哦、<嘿>那我当过凤山市的市长，是啊、哦。所以其实这种感受哈，<嘿>我觉得哎、欸，真的是可以分享，哎啊<嘿>、哦。因为你一般得讲，我迄阵啊，打去接市长的时候，我的心境就是讲，是我留的给下一个市长的债务是，一定要比我即马还债务较少。 表示我是一个吼负责任的家长，吼，所以大概其实我卖当分享一下，吼，听着没有感觉吼？我从恁电视上，吼，我感受真深的。讲，过去咧做工工程建设，伫较早期国民党的时代，坦白讲，迄阵啊有部分咱卖讲拢壮啦，有部分的首长是有歹习惯诶，比如讲咱工程做了。 吼，刚两个做了是毋是爱验收？验收<是>了是毋是爱发支票给伊？吼、啊，伫、啊、过去真侪吼，国民党诶县市长，吼<是>，伊、啊、是你要去领支票诶时阵，爱准备回扣啦。吼、嗯啊，啊回扣就是讲啊一箱两声三声咱毋知，嗯、但是每一个人,、嗯、每,一個人每一个人不讲个作风。所以说早期国民党通知上届定看着诶情形。个、嗯、第二种较清诶系县市长吼。啊 伊支票，诶、欸，你验收了，伊支票无随发到你伊的兜内啦。嗯、但是伊兜内，唔是讲叫你讲吼爱许伊回扣，啦，伊是叫你爱去甲拜托啦,、哦啊、啦。啊，甲拜托啊做面子啦。啊侬啊，我做面子，互你放钱，互你啊支票，互你安尼。吼，哦，你像我家己做红山市场的时候，坦白讲，验收<是>了。 机票自给主,主动就发出来啊，嘛无<對>人来拜托，哎、啊，咱唔免讲，一定爱讲投机票，何人来拜托嘛，吼啊，所以就讲，这个情形，啊，来来以后来，你这发包的，迄招标的厂商会愈来愈多。 啊，反正以前讲，你只要拢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嘛。啊，你验收了支票，拢袂共刀，伊就自然发出来嘛。啊嘛，免回扣嘛。对啊，对啊。好，所以就讲啊，丁先生，我相信你这感受应该真深啊。就讲你这季，你第一年安怎执行，啊后边安怎发现这个状况，啊伊安怎去看你的事情啊？我发现不要说支票，我连支票我都没有在处理。对。就主密碟都我一个。 当市长的人，我这边一张一张盖支票，支票连每个员工的薪水的支票都要盖，对，我何苦来摘啊？啊，啊，这些就是主命去处理就是到了主命黑暗，或者是那个主计，对对，在验收完毕之后，他就自动，你只要合法，验收，品质 OK，他们就自动把支票放出去。我我根本不去管支票，我跟说，我我要做，我要让他有个良性的循环，是。 好、哦，你标到了，你好好做，认真做，嗯，验收一定要验得过，嗯、你验不过，该敲的就是要敲，哦、但是你做好之后，请款我速度很快给你，让他良性循环，嗯，好、哦，阿、啊、老实说，做公家工程不好呢，不好做呢，嗯、你要先缴保证金，哦，标到了，好、哦，做完了，等于两两套成本一样，不是两套，就是类似这样子，你做又花自己的，做完了。 钱款勤了，又还要有保固金压在公所嘞。嗯，哎呀、啊，所以啊、哦，做公家的工作并不是那么好做，是这样子。所以我希望让他良性循环。嗯。啊、哦，你做得好，马上我赶快钱给你。哦，你还当然保固金还是要压嘛。哎呀、啊嗯，对啊。所以哈、哦，这个就是你我看到丁真兄哎这段过程，我感受得这深的。啊、我们几乎是一模一样。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实际上全国有经济，管事电话，尤其。<coughs> 我们民进党执政哈的现实哈，这种情况越来越多。对对对，好，就讲行政务的你包括迄个林友昌，包括赖清德，哦，足济行政务的迄个管市长，这些拢是。是是。哦，当然，包括徐正珍跟徐志杰。啊，其实呢，我卖替阮足济市长讲者。对。迄阵啊，韩国诶来甲遮讲啊，国雄欺负这三千亿啊，其实是这样，当时。 阮局债接诶时阵，干那各洋关各洋区诶债务加起来，吼<對>、哦、现有诶债务，要得千外亿啊，吼。啊，过来伊迄三千亿，包括迄个六百亿哈、哦，是迄个隐藏性债务、嗯啊。啊，伊迄个物件著讲，啊你只要 B，即个 BOT 出来，啊以后伊自然会趁钱当啊。遐、嗯、你搁甲扣掉，著搁扣掉六百亿加起来著两千外亿啦。嗯、啊，迄阵啊卖叫。 他们讲在县市合并的时阵哈，阮一年减收百多亿啊。就是讲本来高阳市的补助是偌济，高阳县的补助是偌济。即摆县市合并，政、嗯嗯、治我伫橘仔新区。嗯、啊，结果哈，迄、那个你又甲我减减补助。嗯嗯、所以迄八年哈嘛减差不多八百多亿，要到一千亿。嗯嗯、所以其实橘仔你若对头，到尾甲算算下，嗯、一收性债务的哦、喔。嗯嗯嗯嗯、啊，但是来讲，因为就是迄个环境。 啊！你当县市合并，当合并嘛。啊，对对。我做一个大高雄市的市长，各<啦>雄关卡早沟沟不平嘛。<對>啊，我要想办法去沟沟平嘛。嗯、哦。所以就讲，我基啊赖神也好，药厂也好，咱两个也好，<啦>咱现在有。對對對啊，其实叫这时代，伊其实呐，甲只个扣住，伊嘛有兴淡薄仔债务對啦。對啦 好，所以哈，不是像韩国人讲来公阮丰济沙尘暴，哈，那真啊天到就想气的哈。吼所以，<laughs> 绿色执政品质保证、啊、对，你像这几年小英总统年年有结余哎、欸。啊，对。对不对？对。社福支出那么多，尤其长照。嗯、啊。从马总统的大概不到六十亿，到现在六百多亿、啊。对对对对,對、哎、<呀>哦，这个要特别讲一下。有啊，有啊。啊马英九总统在卸任以前，二零。 一六，它的长照的经费哈是四十八亿，四十八亿。今年哈，阮另外哩边咧哈是六百四十八亿。我呀，所以你要用五十，亿加六百四啊，百加个六百五十，亿加十三倍啦。系啊，啊，佫谈好长期诶，当年谈好要要省钱呢，有结余呢。嗯，好，所以哈，即就是我要讲诶，哦，两战争上咧换即个环境，换即个市政，换即个政政啦，哈，好，就是。 绿色执政，品质保证。嗯，所以即马咱要选庙里馆长，哈<是>，讲实在内底嘅派系<是>哦，纠纠葛葛啦，哈、哦，嗯、这这我们姑且不论。是但是咱就是讲要选一个好嘅馆长，<是>以后对咱管政系财政维持，搁有法度做好咱的管政。 真正是绿色执政品质吧，所以咱看了电台，咱他们讲咱连报网吼，全国拢有啦。对对。啊！苗栗吼也足歹选诶啦。对啦。七十年来吼。嗯。民进党阁毋捌。没有轮替过。嘿，没有轮替过。所以即届吼，真正爱靠全国诶好朋友吼。对对。恁诶响雄来有影响吼爱会当敲电话来苗栗诶，吼有熟悉诶迄亲戚朋友尽量爱敲一下，是甲即个流量甲伊凝聚起来吼。对对。看好多，互咱。 定真凶哈，这个哈也当东山那个管定了，对吧、啊？啊，当然大家看法就是安尼啦哈。<laughs> 因为这一次国民党分裂，所以大家都普遍认为说有机会哦。啊，的确也是因为这样子有机会哦。这也是苗栗最有机会的一次，嗯，但是也是最后的机会哦。嗯，如果这一次没有的话，那我看哈、哦，接下去的八年、十六年可能都很难、哦更嗯，更没有机会，哎，更没有机会。 好、哦，所以我会认为说这一次，当然了，我这样普遍基层听到的声音，那也是认为说这一次一定要改变了、啊、嗯，嗯哦，倒不是说，也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分裂了。嗯，哦，因为我们苗栗相亲已经够苦了啦，够无、啊、准了啦。啊对啊，哎呀<對>，對啊、其实哈，他们讲之前刘镇洪在执政的时阵哈，<的>我咧看到迄个大埔，哎，大埔，啊，嗯、然后大埔那个都市。 更新哈，坦白讲，我们都很清楚了哈。等讲，都市更新，你这类观定是为了大众，还是为了自己？你那更新的角度就不一样。<對>所以东西，刘正宏我看到就<對>的，做上去啊。好好好。啊，即马其实你像迄、那个，即马迄个徐耀昌，徐耀昌，徐耀昌就职的时阵，伊第一句，我因对印象上深的第一件代志，就是讲。 刘正宏闹作者即位，情书发袂出来，好，我唔知你个记话，对啊，系啊，吼，那文书发袂出来，抽屉抽屉打开都没有没有没有钱没有米啊，啊对对对对对，啊，所以你啊看，之前就是安尼，啊，即几冬来，哈，当然，市顶迄个迄个需要参加，刘正宏因这是黄派噶，诶，流派流派的纠葛嘛，啊，那因历来互相嘛选过足侪斗啊，哈，啊，即个就讲啊，因分裂以外，哈。 就是我觉得刚丁仁兄讲的，我会比较有感的是讲，苗栗，你看全国各县市，好，咱即马苗栗相亲呼吁了哈。你看，阮歌阳，系进步，对啊，对啊偌大，嗯。好，你看桃园郑文灿市长，没错，进步偌大，对哦。好，你看嘉仁林耀昌，林耀昌是，系进步偌大，对啊，苗栗管明你也羡慕，好，你如果会羡慕的话，你就想一想。 让真的是绿色执政品质保证，是是徐定增县长可以当选。对，好，真的可以让中央地方一条线好好的翻转苗栗。对，其实也是也是我们真的是绿色执政品质保证。以前台南、高雄、屏东，嗯，这些哪是民进党在执政？东马是高屏东啊、嗯，对对,對,對。可是经过民进党执政之后，嗯、他们国民党现在等于是。 等于是放弃一样，对，啊，我抖啊，然后啊好啊，我平等我骄傲，系啊我平等我骄傲啊，啊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绿色执政品质保证，嗯，像林佑昌市长也是一样啊，嗯，以年哈张东荣当市长的时候，我还常去基隆，哎，因为我投奔福伦社，跟他们的基隆中基福伦社是兄弟社，啊哈，哎呀，哇，那时候去哦，基隆很脏乱，嗯。 可是自从我们刘友昌市长上任之后，短短的一两年，整个基基隆的这个市井街道都变得很干净。嗯，嗯哎呀，越来越漂亮。<对>哦，紧张厉害。所以我说，有没有心，有没有认真做，嗯、很重要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，为什么我要呼吁我们苗栗县民哈？就是说，你就去看全国各个县市，对对只要是被民进党的县市长执政过的，嗯，你看他那个进步。 跟以前长久国民党执政的那个感觉有没有改改差别？对对。啊，那在我们苗栗七十年了嘛？七十二年，七十二年了，从来没有让国民党执政过。哎，所以苗栗当然可能客家人多了，那客家人传统的好像是以前的氛围是比较支持国民党。嗯。啊，但是现在你看很多客家大佬、客家乡亲，很多客家的文化，很包括客语电视台。对。啊，包括那个。 台山线是浪漫台，浪漫台山线啊，这个都是民进党时代，哎，啊，执政的西尊特别东对我昨天还去参加一个那个我们客家的礼服设计。啊啊啊！哦，就是也温国荣去遐个客委会哈，蛮不啊对的客委会办诶啦。美浓六堆那边的。对对，那我们办什么呢？伊都吼办遐个礼服嘿，伊个叫做。 迄个礼服的规设计就是用那个完全是客家味道的，比如说啊，有穿怎样衫啊，全部拢是有牡丹花，好，好，客家的那个牡丹嘛，哎，那个棉被的那个，牡丹，对，啊，过来得用那个客家的蓝染，哎，对，做的纱，对啊，哈，啊，过一种是用迄个，迄个油桐花，好好好，哈。 你看伊这哈啊，这男生女生拢有啊。嗯，咱听恁朋友买的欣赏看下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是用客家蓝蓝蓝，啊，这是用油桐花设计成礼服。嘿，啊，哇，拢做碎耶。嗯嗯嗯。啊，啊，而且男生，啊，男生女生拢有。啊，啊，这这个是用迄个牡丹花的客。啊。所以你甲看哈，哦，我昨看的我感觉哈，哎呦，那个客家文化真的是哈。 尤其是苗栗都是客家文化，哎，苗栗客家人占了六成，嗯，六成。对，啊，如果让好一个有为有所的县长哈，阿嘎，这类客家文化发扬光大哈，是，啊，事实上，新那个苗栗客家的，你真的要想一想，要投给我们徐县长了，才会更好。当然了，哎，而且中央地方一条线嘛，对，啊，中通马光轨啊，中通在我总部成绩也说啊，徐建真想做的。 哦，我中央全力支持。啊哈哈，对哦。好，所以哈，其实我们刚提到的是整个大的方向。哦，为了好，徐定珍会当做咱哈馆长，哦，来甲咱改变翻转苗栗，改变成真。是哈，咱等下休困一下哈，就别讲课。啊，咱希望等下当听咱的徐县长徐定珍啊，徐定珍徐县长，我甲咱讲一下，啊，对于这个苗栗的建设，啊，有几个我们。 远见、创新、行动力，改变成真，嗯、啊！让咱的国民听看麦啊，啊！让全国的民众听看麦啊！你要倒邮票，你才知咩啦？邮票哈，咱今物先休困一聊、嗯。好，谢谢。欢迎搁等下接我现场，我是今天日台班主持人高阳。小金光，请大家来阮快乐电台以及我个人的 FB，过来来阮徐定珍县长的 FB，起一个赞。啊，这位替台湾加油，替咱苗栗加油、欸。谢谢。啊 啊，头拄啊讲诶，就讲绿色执政品质保证。<的>咱看全国各管市诶建设，<的>只要是民众拢支持，你会发现讲进步足济。嗯、苗栗，你会欣羡无？咱苗栗全民你会欣羡无？咱即马在就听来迄、那个，头拄啊丁振嘛，有讲，小英总统嘛，有讲<的>，甚至未来若有机会，若是赖清德总统啊，<的>一样都会全力支持苗栗。<的>所以咱来听，咱诶丁振祥讲啊，苗栗伊需要安那改变，<的>啊，互咱诶吼。 请民别用阿马来填话买，行，呵，呃，我当然我是希望说，我以以我在投份，这个目前这个县长五个候选人之中，我就就我有行政经验啊我做过投份镇长、市长，嗯、那我投份镇长、市长也在我手下脱胎换骨嘛，嗯、当然不完全是我功劳，好、哦、是大家的功劳，市民的功劳，那可是我带的团队很很认真在做，啊、哦，所以我我也是希望说能够把我的投份经验。 整个复制到我整个苗栗县来，嗯，啊，老实说，现在头份已经是苗栗县的领头羊了，嗯，啊，做头有份。那当然，我对我苗栗我的故乡，哦，我是不愿意让我们的苗栗人继续的，哦，好像抬不起头来，嗯，啊，到了外县市，讲苗栗人，不敢说自己苗栗来的苗栗人，啊，所以我是希望说找回我们苗栗人的尊严，哦，恢复我们苗栗人的光荣感。 啊，所以，我对我苗栗故乡，我有个愿景，好、啊，五大愿景，好、啊，从科技、嗯、从文化、观光、农业，哦、啊，这四个面向来打造苗栗成为宜居的新苗栗。嗯哼。啊，当然这里面我也提出三大保证、十大承诺了，哦、啊，我会分别的就这个方面，哦、啊，去推动。嗯。啊，当然也要照顾到乡亲的福利，因为这、嗯、这几年因为财政的困难，哦，啊，财政被中央控管。 所以造成很多乡亲的福利都被删掉，嗯、或者减少啊、哦，动不动就非法定支出、非法定支出，所以很多苗地的苗地人口就一直流失啊，哎、嗯，啊用脚投票啊，因为苗有厚利薄厚吧，哦、嗯啊，所以都到台北、到新竹、到台中啊，嗯，啊户籍都迁走了啊，啊，所以人口不从五十六万一直到现在剩下五十三万多，哦、啊，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这个人口外流的好、啊、这个血止住。 哦，让年轻人能够回流，甚至甚至也可以从外地的人愿意到我苗栗来。嗯、所以科技的部分，我是希望能够把，因为苗栗就紧邻新竹科学园区。嗯，好、哦，我希望现在有个竹南基地，好、哦，竹南基地我要扩编，哈、哦，到旗顶那某个区块去，甚至后龙基地、铜锣基地，哈、哦，所以我是希望把这个科技廊带给它建制好来，啊、嗯。哦 你只要这个科技廊带建制好，不管是工业区盘点工业区用地也好，有产业就有就业嘛，嗯，哦，人口就会回流嘛，哦，外地人就会迁入嘛，让人口不要一直继续流失，这个人口流失就如同血液一直流失一样啊，嗯，好、哦，那只要人口不流失，有就业了。 就马上就会带动十一出行的需求嘛，嗯，哦、啊，经济就会活络起来，嗯，哦、啊，慢慢的，我相信我有这个信心了、啊，哈、啊，嗯，我们配合跟中央好好的合作，哦、啊，来大建设了，要栗赶快追上来了，嗯哦，啊、嗯<哼>既然如果说可以的话，税收也会增加，慢慢的，我们也可以减债，也可以把社会福利，把乡亲的福利一步一步把它、啊、恢复起来啊，嗯、哎呀。 所以，咱有我听到讲，咱的大三通，我开玩笑讲啊，但<啦>大陆中国是大三通，<laughs> 啊，金门迄边还是小三通 <laughs> 因。因为哈，因为苗的大山通是什么意思？因为现在哈，整个台湾啦，卖光表里啦，整个南北向的道路都开辟的差不多了。是。从台山线，从山往外往海，台山线啦，哦、喔，嗯、一高啦，哦、喔、啊，台一线啦，哦、喔，台铁啦。 二高啦，哦，西滨啦，哦，这已经有六条南北向的，可是乡镇乡镇间横向的啊比较缺乏，嗯，哦，所谓大山东，我当初的想法是说，我们乡镇乡镇间从大湖啦，哦，到山义啦，到通霄啦，哦，这个三啊，就是把横向的横向的，哎，横向的，你的农产品要到到。 到沿海这边，嗯、哇，要翻山越岭，要被安那，对<了>哦，好，etc，嗯啊，像斯坦到南庄也是一样，要么你就回到山湾进南庄，要么就要翻山越岭到南庄啊。嗯、哦，哦如果可以的话，把这乡镇乡镇之间的通路把它打通，嗯，哦，让海边到山上可以很快的半个钟头哦，嗯、甚至一个钟头以内 <laughs> 哦可以到达哦。这样子的话哈、哦，我们就是。 对我们的农特产品也好，哦，对我们的通勤族也好，哦，都会比较方便的，哦，缩短时间了。那现在我觉得苗栗有欠缺的大概就是这些了。所以苗栗呢，这里浪漫台山线，这里大三通，系啊。哦，安尼就诶七十年啊，七十年我得改变啊。他都我像我观点讲话就讲，大三通这横向的联系拢总无。哎，啊，七十年啊，如果 咱徐定增有机会当山管长，哦，小英总统也是未来哦，咱任何总统大力支持，啊，这大三通这里蛮完善，是是，我相信苗栗就会脱胎换骨。哎，这摆嘛不是讲无啦，就是吼，一直路也窄啦，再来要弯弯曲曲啦，哎呀，花太长的时间。对，所以有可能爱大建设。对对。大建设当然要开真侪钱。对。你像阮高雄也做新湾区哈。哎。 高雄即嘛其实大改变吼，我咱简单讲了，一个台积电，对啊对啊，哎，它那个吸引力就够，对，哦，阮个北高雄高科技走人吼，诶，真系真无足济，啊嘛创造足济就业机会，对啊对啊。阮以后做新湾区吼，要做五 G、IOT 啊，智慧城市，小英总统来讲，安尼一百一百亿啦，哎呀，啊啊，了叻啦哈，大三通哈，我唔知要开几多钱，一百亿唔知有够无够啦，应该是有够啦，系啊。 嗯，说起刚刚那啦，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，我当县长是对苗栗最有帮助的？嗯，我发现国民党的候选人呢、啊，一手又要骂民进党中央啦，嗯、哦，又什么独裁啦，哦，专制啦，嗯、行政不公利啦，不中立啦。嗯 又什么什么一四五零啦，欸、又查水表啦，那我的特偷，的就都可以啊！啊哎呀，一手又要骂民进党中央，啊，现在又要选县长，又要跟一手要跟中央要经费、要资源，嗯，那、啊、不是人格分裂吗？我所以我说，嗯哦、这個、国民党的候选人也是蛮糟糕的。嗯，你应该看中跟中央好好合作。哎、嗯，我发现哈、哦，这个。 不只是描栗县，我看很多现实的国民党候选人都已犯了同样的毛病。啊、uh huh. 哦、当然选举激情难免啦，uh huh. 但是不能过太超过了，只有、uh huh. 超过天边的气啦。啊哈、uh。Huh huh. 哎呀，选举的恩怨、uh huh. 呃，不是选完就没有了呢，uh huh. 选完才要好好去化解恩怨。对、uh。Huh. 赶快抚平山口，赶快往前走呢。嗯、uh。Huh. 哎呀，那你。 已经讲成那么难听的，那以后要怎么化解？会啊，系啊。所以你来讲大山通，我较简单讲下。假设是六十亿啦，好，我唔知爱开偌侪钱啦哈。就讲啊，咱徐定珍县长当选，甲小英总统拜托六十亿尽数核定。哦、啊，啊，搁咱苏贞昌院长，<是>当然，啊啊、我相信哈，即、這个交通安尼连接，嗯、真正对咱苗栗个地方有遮大帮助。 我相信中央一定是会支持啊，因为苗栗吼山城啦，丘陵山多了，丘陵多山高山多，呃平原比较少，所以就是交通上是比较要要要再加强的部分。对哦，好，所以这个大山通的是一个较好的政绩，好，就是你做县长较好的政绩，希望给咱这里横向的联系，好，啊嘛，到干阿徐定珍动算哈。 靠机会啦，其他因国民党诶，我头拄啊你讲啊，啊你革命到要死，你怎有脸来要？啊啊其实吼，坦白讲，咱民生党接近咱诶北同，其实嘛无解条难你若正经有规划了，就好吼。对啊。你来讨，我嘛有可能好。对啊，你像这几年吼，我们苏院长。嗯、啊。 很多的大建设都是院长全额买单的，中央全额买单呢，不用县政府配合款呢。对所以是你若有规划到来讨哈，啊，其实我当然唔会甲你斗支持，但是当然是徐定增规划哈，我要支持我就接爽快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哈，所以哈，除了大三通以外哈，你还够一挂迄个青年政策啦哈，啊是讲。 希望北院会当改医学中心，这是对苗栗有真大啊，当然对对对,對。嗯，诶，苗栗吼、哦、医疗的那个吼、哦，是我们苗栗乡亲比较不满意的啦。也是各项吼，交通啦、经济啦、呃，教育啦等等啦吼。嗯。医疗啦，其实就是医疗最不满意哦，所以我苏院长也是很帮忙的。像八月二十三号，他都叫到我们的卫福部的我们的苗栗医院、哦。嗯。哦。 啊，一口气就补助了十五亿，嗯、这十五亿包含十二亿的急重症的大楼，嗯，哦啊，包含设备，还有一个放射肿瘤的治疗中心，嗯，两个加起来大概十五亿左右，嗯、全额买单，嗯，嗯哦，中央全额买单，啊、哦，也不用配额款了，哦，这个部分我相信，这个在我苗栗乡，对我苗栗来说，医疗来说是跨出一大步了啦，嗯，等到医疗这个集中症大楼有了之后，我相信在医护人员在进驻之后。 慢慢的，我们就可以就近来处理这急重症的问题。嗯，不过哈，你表弟的乡亲哈，只要碰到急重症，不是往北送，往台台台北新竹，要么就往台中送。嗯，啊，常常在高速公路就塞车，水啊，啊哈，好好哎呀，<啦>又再回来啊，时间不够就不得已对不够，因为苗栗就没有比较，呃，比较大型的医院了老是这的哈，啊嗯、所以唯一一家公立的只有。 为服务苗栗医院呐、啊啊，啊,啊所以只好把免公立的这個苗栗医院把它把它扩充好来，嗯、啊，可以解决我相信的医疗问题，嗯、啊，就不用说每次要往北往南送，对了<啦>，而且呢，当地的部立医院、哎、啊，你当<對>变成这个那个。 医学中心，而且类似啊，整个医疗的格局也在扩大。对对对。啊，共起来就类似人心、人数。对啦，对啦。佮咧，一个医国医人啦。哎，所以苏院长一口气就答应了，啊哈。本来备备一瓦，嗯，哦，还不够四亿多，要十二亿。嗯。啊，院长一口就答应。啊，所以这当时也完成。呃，明年五月要开工。哦，一百一十四年吧。啊哈。二零二。 五诶，二五年啊！哦，所以即里还讲哦，咱庙里管庙，你要讲我也不知呢。即里讲咱徐定真哈，馆长尽情甲苏延昌院长讨，啊，苏延昌院长嘛大力支持，所以已经是核定决定咧做啊。对对。讲完成的，全是二零二五迄时阵完成安尼。哦，安尼足好个啊！吼，系啊系啊。所以吼，我就想讲吼，再个有一个花絮哈，迄个。 恁做囝啦，哦哦哦哦！我即马听讲，迄网络哈，恁做囝出来个一道做算安尼，哇！我你是怎一变国民岳父啊？唻，系啊，其实咱工程来这个经验，哈，咱操，欢欢喜个代志，反正轻松处理。就好啊！好啊！其实哦，其实我们家我们是都是很简单、很低调在过日子哦，我当镇长，我也是很低调，我的家门都关着啊。嗯，你有事就到办公室找我就好了。哦，不需要到家里来啊。所以。 我们都很低调在过日子，啊、小朋友我们也很尊重他们。<是>我常常说，你们不要学坏，变成社会负担。啊、你们想做什么，我都尊重啦。啊啊、嗯，我一家嘛是都是男啊嘛是出来帮别人上办啊。啊，我找不家以前都选举都会帮忙啦。嗯，女儿是因为她之前在呃桃园机场地勤上班的。嗯，哦做地勤，那、啊、后来因为疫情嘛，嗯、哦疫情她就停下来。 停下来朋友就介绍到台北，就接一些一些 case，嗯，广告的 case，就这样子，哦，就变成网红，他变网红啦，可是把我们两夫妻都封锁了，啊哈，因为他会接比较穿的比较暴露的，啊不过广告内衣他就会穿比较露啊，啊啊好，不过女儿身材是真的不错了，啊啊 啊费时也那你当爸爸妈妈念他呢？颜值哎呀，颜值也比较高。啊哈哈。所以就这次因为中秋节回来过节，然后就跟着跑行程，就被媒体发现了。啊哈。哦，原来他是网红这样子了。那是我干的。我我压的呀。啊。现在也还在台北上班啊。我说有空就回来，你们没空你们就忙你们的吧。对呀。咱这爸爸妈妈拢有同款的心境。我第一届代表的时阵是民国八十七年。 哎，啊，阮左囝是八十四年厝诶，哦吼，诶，赶款啊，哦，同啊，恁和恁左囝赶款吓，啊，所以吼，伊安尼细汉迄种咧，选机诶时阵吼，哦啊啊，我选伊完诶时阵，伊个成大捌出去，含含妈妈做伙出去行，啊，即摆吼，啦，听着人讲话，哦，我不支持你爸爸哈，诶，遮细汉吼，听到我不支持你爸爸哈，啊，会流眼泪呢，吼，所以吼，咱有当吼得讲啊，囡仔人吼，哦，啊，总是有当。 我是想讲，让伊去体会无共款嘅经验哈，啊，尝着人的喜怒哀乐，啊，啊，这嘛是一种学习啦。对对对。所以，哦，所以恁姐姐、阮姐姐也算平社会。哎，有影啊，囡仔其实咱本来也无希望讲啊，你着爱对我出来安尼操劳啦。啊，当然你缘分会当甲阮斗行斗行，你缘分会当甲阮斗行。对。啊，我嘛无勉强啦。对啦，尊重他们的意愿啦。哎哎哎。对的，写的属猪的啦。啊，属对的属猪的，对对对。 阿、啊、所以哈、啊，我我一直觉得，如果咱徐定真这管定哈，我倒觉得那个感觉蛮好的。讲大三通哈、啊，能够让产业发展哈，横、啊、向连接对，哈、啊，医学中心教中对，让叫过东北哈，咱所谓的老人哈，然后浪漫台山县，再加上美丽的客家姑娘，嗯、<laughs> 啊，你这些那个客家。 女孩哈，其实做刻苦耐劳哦，哦，做这优点嘞啊，那是从以前的诶刻板印象，今嘛冇无啊啦，无啦，但是兵兵姐今来冇无啊啦，哎呀，兵兵客家女孩拢会较较俭嘛，哈，系啦，系啊，系啊，啊，所以嚟讲话啊，苗栗建立一个苗栗的特色，嚟讲啊，你来遮，阮五大山通，我浪漫台山线，好啊来，好，嗯，那苗栗我是把它定位为哈，我们。 还是要继续尽可能的保持住这个好山好水了，嗯嗯嗯、哦，也不能过度的开发，嗯、哦，尤其是比较挖沙这边哈、哦，嗯、靠山这边我们尽量把农业跟观光把它带起来了、啊啊啊啊哎，挖海这边哈、哦，我们就尽量把能够的话就把。 不管是绿电也好，我们的科技廊道也好，把产业建设好了。对啊，哎，但是这中间就缺乏横向的交通，啊，让通勤族比较短时间通勤的时间缩短，哦，能能够在自己的故乡来就业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不用北漂南漂嘛。所以选徐定真可以有那个。 浪漫台山线纵向的，那个大三通横向的，把整个苗栗建立起我们的工业、农业、产业，啊，还保留原始的风貌，不要破坏太多。对,對,對、哦、我听得有有新鲜有介意，好啦，我决定投你一票啦。啊、哦，是是 <laughs> 我希望咱专公的好朋友哈、喔，哦、真正听到徐定真呢，真正是绿色执政品质保证，投徐定真跟我们中央政府百分之百。 做连接，然后把我们苗栗建设好，这才是我们苗栗之福。对啊，对啊，哎拜托，咱所有听众朋友阿妈感谢咱徐县长哈，今天特别播讲来，咱等待。哎，谢谢委员，哎呀，谢谢，好，谢谢丁生兄，谢谢咱所有听众朋友，咱下礼拜空中再会，拜拜，拜拜。